十年来，雷神聚集雾霭，遮蔽天眼，画符主宰人间。我是来拯救你们的。为什么撞我？我是兽侠。住手！误会了，大夫。这是我爸扮成这样，这是下午要到电视台录节目呢。快告诉大夫，你跟王母娘娘有节目。有个屁！我跟王母娘娘没节目。你吸了我的仙气，成了金刚铁骨，和人间另外三神组成风雨雷电大阵，驱散雾霭，拯救人类，你就是世间大救星了。你那是第一个听这个课的凡人了。我感谢仙翁给了我一个一次性干预全人类的机会。信心有没有？有。敢不敢？敢。喊吧。啊！风法，引风推云。凝露化雨，电法虚停测电，雷法大音牺牲雷破九天。三处穴位还没有打通，必须得给你开开小灶了。风雨雷电大阵现已练成，力挽狂澜的时候到了。拯救世界就靠你们了。天气预报，我和王母娘娘没结果。我好像听见有人说和王母娘娘有结目。谁跟王母娘娘有结目？我是你喊啥呀？冲的孙子！